还是你要绕一圈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每一位官将手手上拿的道具都是波，赶快！他们的脸谱、他们的服装，真的充满了美学的概念。这也是九天民俗记忆团建立有希望，就是希望打造、创作出一个属于庙会的剧场美学。我哩那块一的表演的时阵啊，有新的元素，而且呢又不失传统的味道。好，那况有呢九天民俗记忆团，当然也有大家的偶像啊，会让大家非常的期待。那况有正头电影里面呢，有一位演员已经驾驶啊九天民俗记忆团的成员，长得大块头，哎，啊，但是名字给他很女性化。啊、大家玛丽亚，玛丽亚，哇，下面啊，玛丽亚在后台会很开心呐、啊。他的名字是，哦，那嘞哦，那玛丽亚，你大大的哈、哦，叫大家对一下哈、哦，大大的来讲下去哈、哦。好，我们的玛丽亚呢，等一下也会在我们的表演行列之中哈、哦。我们本人本尊到现场，让大家感受一下他在击鼓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气势。那我们也希望呢，等一下在欣赏我们九天民俗剧场表演的时候，大家买单，把咱的家己人的热情的气势哈，那气出来哈、哦。我们希望呢，大家等一下也可以抱以热烈的掌声跟尖叫声，让九天民俗剧团感受到我们嘉义人的热情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九天民俗记忆团要带来这首压轴的曲子，就叫做《御天战鼓》，也是希望透过这首曲子带给大家满满的能量。好，来准备好了，来 ，OK 了吗？可以了哦。来，我们的玛丽亚要来了哦，玛丽亚要出场，我们就要给她一个。